我叫阿 Jane， 我是通過 IG 見到有 Sport Chat 呢個 program， 咁我就再撳入去了解個內容啦，覺得好吸引，好有意義，所以我就今日嚟咗參加啦。其實每一 part 咧都有佢嗰個重點啦，每一 part 都好好啊。例如theory 嗰度會教到我哋做一個buddies 嘅時候要注意點樣啦，溝通嘅模式啦，需要點樣了解每一位女生嘅需要啦。我今次參加 Sport Chat 呢個原因咧，係因為我想更加知多啲啦，去點樣同中學生去溝通。今日嘅活動咧好多元化嘅，咁譬如話中間咧就會有個社工活動啦，咁去帶我哋去分享喺中學生嘅時候會遇到啲咩困難啦。我自己比較中意咧就係中間瑜伽嘅一節嘅，佢亦都會帶到一個保護兒童嘅中間一段例子咯，咁我都覺得幾好喎。我覺得今日最難忘係小組討論嗰個環節。我覺得今日咧就學到點樣可以入學校去 engage 啲中學生啦，同埋打開話題咁樣。今次咧 Sport Chat 嗰個唔同之處咧，就係針對一啲中學生啦，同埋女生啦，佢哋嗰個成長咧。都係充滿咗好多疑惑啦，所以咧，如果我哋能夠將我哋嘅生命、生活同埋工作嘅經驗同佢哋一齊分享，讓佢哋可以喺個迷惘裏邊有啲清晰嘅路向啦，有啲 buddies 陪佢哋一齊做運動，建立自信。咁通過運動咧，又可以有一個容易啲嘅溝通形式啦，讓佢哋有信心去踏前一步。我期望之後去到 workshop 咧，就可以同佢哋盡情玩啦，希望佢哋都可以。除了學習以外，享受到運動真正的樂趣啦，釋放學習的壓力。我會覺得無論咩性格都好啦，都可以有一種運動咧，佢遲早咧都會中意嘅。咁學頭先有個 MC 講啦，呢一個係一個種子咯。咁我希望我哋都可以去播到種咯。女學生，你睇下我 Auntie 肥嘟嘟嘅，但係咧其實唔緊要嘅，身形咧唔係最重要，最重要咧係你。投入的運動，令到自己有自信去盡量去發揮，只要自己盡力去做，去享受當中的過程，呢樣係最緊要的。